是按人数买的，现在又有两个去上班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玉燕，工地上的塔吊司机。老天爷又给我们放了一天假，雨特别大，都没有上班，工友都在宿舍里睡觉。这会儿饭点已经过了，都没有吃饭，所以出去带个大盘鸡啊，带回来我们一起吃。这么大风，上次在开普通还说咱输一批。这风这么大的，上去也干不成吗？这留几分嘛，咱干上去，我操心还干不成。洗个脸，刷个牙。这头发有点油了，这两天一直加班嘛，所以这一杯多的也不干事。这边没有自来水啊，这个水不知道是从哪抽过来的，在这儿存了两大桶，专门供工友洗碗洗漱用。短短几天时间，这住进来的人真不少，后面这两个房子之下都是空的，现在住的满满的。前几天是特别热，然后长一点的衣服全放在那边了，过来的时候也没有带。今天这天气一变，真的太冷了。今天是风大雨大，我就停了一会儿，下午又开始了。这个房子里面特别大，全是用这种模板隔开的夫妻房。小熊哥刮个胡子，配件掉到那个彩钢碗上了。好，行行行。八二年洗澡。经过八二年的拉菲吗？经过八二年的西装。这地方卖东西就是不方便，跑几公里都找不到时间，出去顺便逛一下。卖件护肤品，在这边工地吃饭一定得按时啊，而且还得积极。如果错过饭点了，想买一桶泡面都比较困难。倒，再倒，倒。做中间。我就买大盘鸡吧，大盘鸡最实惠。距离这儿最近的16公里，过去半个小时。昨天中午吃了一顿饭，三个速递一个红的，14块钱。14块钱不少，主要像我这个人还吃不惯米饭，知道不？就喜欢吃面，每次一吃米饭肚子就发胀，感觉就是不消化。不知道是他这米有问题还是水的问题，反正是不好吃，而且菜也不行，卖的比较贵。本来想着这个工地偏一点，在这边消费可能会低一点，但是按照这样算下来的话，这边消费一点都不低。这边早餐不吃的话，一顿饭是14块钱。然后算个中午和下午就得28块钱，再加上吸个烟、生活用品啥的，一天保守都得40-50块钱。经过我们几个人的一致商讨，决定在这附近租一个房子开小灶，
这样能减少工友的开支，这样还能吃得好一点。好了，我是鱼，下期见。